喂，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里的马路边上的朝南的阳光真的很好吧？哦，阳光很好的朝南的房子的，这装扮的买房的，还有一个空调，阳光超级好吧？阳光，然后一个书桌，然后这里冰箱，外边的帮你买的，然后这样看一下。呀，这样看，阳光很好，还有就洗衣机，然后电磁炉灶，这样电磁炉灶，然后这里我看一下，这个，挺不错的水呀，家用的雪柜这里，还有这个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密码锁，然后马桶，然后洗脸的卫生间是，卫生间没有窗户的，反正就这样的。然后这是床，这门在密码锁，然后这是衣柜，超级大的衣柜啊，衣柜真的很大呢，衣柜很大，是这样的，这样了，快点过来搞定。